还得再来一会儿，不中。斯高的这波有点危险，闪，漂移走，还有闪的，要交闪 了，而且这边要交 TP 来自纳尔的，但这边没减速到，他的斧头很关键，对，没减速到的话也追不上了。命中有眼看到三号的位置，哎，这波嘎啦有点小危险，瑞尔。闪现 W，、漂亮！闪现 E 再加 W， Viper 这边交闪现，嘎啦这里有闪现，嘎啦应该是省个闪吧，跑不掉了，这里不招了。好了，我直接一斧头，这波被后开的果断啊！闪现过你的人之后，先暴 E 打了一波，小炮的大野交掉了，都打，但小五这波很危险，要死了。闪现拉开距离，但是小五这波要死了，但是人马已经踹死了小这个高的。而外边石亮哥自己这里的闪现是交掉了，他因为有点打不过这个人马。小威很勇，很勇，再加一个 Q 哇！小威这边是拿到一杀一助攻，这把这个纳尔日子好难过，他那个线还是回推的，看一下哦。就残血上去拼，主要他也没那边没六，但是 Scott 正好升六，就差一个兵，升六之后发现哎不对，打不过了，溜了，自己身上还有个闪现，但刚好河道有人来，我、这个闪现 A 了三下四下，开 Q 以后 A 了四下，主要这人马战力太强了，对，这波小威是完成了一波收割，而且这个兵线对于小虎来说很舒服的。等会儿可能会叫着，哎，看一下杀这波，两个都没闪着，直接给大是不是有六的拉了一下，但是没过这边还是要最后一次血，最后还是小威烫死了。梅口这里的话也挺危险的，想硬杀，我直接躲羽毛的位置，但是硬过了。哎，这一波我感觉扛有点极限了，扛多了一下。对，小威前期的节奏太完美了，而且酒桶开始往上游了，先锋这里也准备。哎，这个位置盛翔哥。要被打一套，给 Q， 他还没有被 E 怼回来，回来了。小明这个 E 不是想宰的，不是想打一套的。小明这个 E 很漂亮呀，把这是 EDG 的一波反扑，但小炮也赶到了正面，看一下惩戒，抢一下，上方推，拿下来了，人马拿下了，而且 Scott 的出位也很危险，有点惨，再拍一外扣直接被掐掉了，这酒桶的大招炸飞了拉夫，但是小威这里可能也要被卖掉，拿到一个杀到，另外三兄弟直接走了，因为发现复仇之王也来了，是。哎呦，上路要越了，还要杀，直接接，恐惧很完美，直接哇，小虎拿到这个人头，哇，我跟你，这可能是翔哥，小胖来了，酒桶怎么开？一闪，闪到两招，但这边的话，进化加闪现，麦克也是躲了过去，拉回去，但是炸出来能够挡掉那个伤害，很关键，新装备啊，天道酬勤，怎么说？哎，现在就和哎呦。哎，要杀了！哎，我差一下，烫死了！这把节奏尽在掌握呀。哎，下路要包 ，Viper 是没有双招的。Viper 也跑不掉。再来一炮，这边无所谓，少给个助攻吧。对。哇，这 RNG 有点乱出的感觉呀。Mago 自己这里也是没有闪的，看看人马炸回来，后面小炮来了。但是被小威直接转死，经济没有进一步被拉开。狂风之力大加补攻，是小兵的伤害，小兵的伤害。这两个眼神，小兵太狠了吧，李元昊，哪儿都有你，对吧？主要现在你就是只要把小炮这个点除掉，其他人是五五开的。那怎么能够除掉小炮这个点呢？那就先把李元昊摁死呀！你这说的，直接整个炸，逼掉了闪现。但是 Vamo 反应真快。不过这边小炮就在上方 TP 下来，这里其实可以第二波开团了。不过如果说瑞尔闪现大招一技能眩晕的话，那向哥做强了，现在。正面往回打了，但小炮 W 还是跳了出来，吸过来，哦，这个大招撑不到两个人，撑不到两个。Viper 这波是没有进化的，要小心。Viper 要死了，感觉差一点。小虎这波被一个大人头终结掉了。侠那边也是受到了瑞尔的人头，这波总的来说打了一个一换二，但这波对于小虎来说有点伤。而且这是大人头，是，所以我倒觉得还好。翔哥这个一，尬住了。这波就是瑞尔闪现大招去开，人马大恐惧，但是奥拉夫有大招可以解。小虎这波有点太凶了，直接闪现过去点白火，两没点掉，哎，没有暴击啊。对，然后被沙皇带走了，没错。这就是上去拼暴击的，刚才暴一下就死了呀。喂，小虎，啥问题都可以用钱解决吗？问题就是没钱啊。EDG 这个打得太眼睁睁的让了，这
双没有配合沙皇，得把小号推过来那种团，我觉得哎，这里想骗大没骗出来，小炮提前没有跟上去打伤害，但是哇还是很痛啊，这里小薇有点危险，被打了一套，不过先锋及时出手拯救了小薇。哦呦，黄昏之力过来找一块机会，这边时间会变大，但是留不住人，没有留住人，而且下路直接被破掉了高地塔，这一波的话感觉还可以继续推啊，状态都很好，安吉一滴滴现在也很稳，不贸然的上去点塔，沈阳哥变小，那感觉也是开不了了，一滴滴没空也没闪，也看着小虎把这个水晶给点掉了，而且还要推中路的水晶，纳尔回家补给了，现在正面没有纳尔，而且是小纳尔踢了一脚杰杰，他是一脚踢是为了掩护的，小推管理推过来推回去了，有没有提升，管理要被杀了，但是沈阳哥也很危险，沈阳哥被炸死，这的话小号跳过来，小号在追击，但是有个提升，外国人的输出能力有点刮痧，感觉小号跳起来了，人马直接恐惧，外国人被控到，外国人被秒了，你破了兄弟，哇，李元昊这把太猛了吧。最后仅剩一个奥拉夫，能守住吗？感觉守不住啊！这个小炮配合侠推得太快了，我竟哑口无言。好吧，这把直接给一滴滴安排比赛了，做梦都没有想到。